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第六届中文歌曲创作大赛暨里洛斯迷你演唱会，将于5月20日简万锦剧院隆重举行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：钻石赞助华智屋顶、Reddit Home Realty Dan Wong、富都饮食集团、皇冠门窗、康道灵芝、资深美容纤体中心、世纪皇宫大酒楼、法姆勒汉达、乔光百货、灵芝丹。钻石赞助兼大会化妆、珍妮美容集团。